哈萨基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歪了迪卢克五星角色用四星武器，而且还是最丑的世作古华，没有牌面。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歪出个武器呢？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武器角色混合池正好还有十几发就出保底了，我就收集了一些原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结果真就出金光了，天空之傲。我看了一下副词条，充能效率提升，我的狼墨梦破灭了。但是我要不要换武器呢？其实视作古华也不错，但是五星和四星基础差距还是有的，而且武器效果还不错，就是这把剑外形像一把玩具剑，而且打起来轻飘飘的。算了，有啥拿啥吧，幸好不是战矛。抽到五星武器不要犹豫，直接拉满。就算不是毕业武器，但是基础提升也能超过众多四星武器。我的狼墨啊！